第一段动作演练完毕，下来为大家演练第一段的分解动作。第一个动作横劈刀，首先甲乙双方跨立与肩同宽，双方左手贴于左大腿，甲方右手持刀，乙方右手持枪。 双臂画弧形，做抱拳礼，左拳右掌，右掌盖于左拳前面，与胸前20公分。甲乙双方对视，甲方右手持刀从左向右砍入乙方胸部。 下来为大家演练第二个动作，竖劈刀。甲方右手持刀高举头部，劈入乙方头部，乙方横架枪。哈！现在为大家演练一遍。 下来为大家演练第三个动作，正蹬腿。甲方提起左腿蹬入乙方胸部，乙方后退2步。哈！为大家演练一遍。 下来为大家演练第四个动作，要起弓步劈刀，上右部、上左部，两脚提起作为弓步，
右手持刀，举入头顶，劈入乙方头部，乙方出架枪。下来，我为大家演练一遍。快！